同学们好，我是机电学院机械设计系的张峰，我主讲的课程是机械设计。我们机械设计这门课呢是国家级精品课，2017年呢首批被评为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也就是大家熟知的 MOOC。 这是我们的主教材，是12-5规划教材。这是我们的机械设计课程设计的主教材，是哈工大的双一流教材。这是我们的机械设计实验教材，是数字课程，在高教社上线。我们这门课呢，研究对象是研究一般机械传动装置的设计，研究机械中具有一般工作条件和常用参数范围内的通用机械零部件的工作原理、结构特点、基本设计理论和设计计算方法。那么同学们看，我们这里最重要的几个词关键词，一般、常用、通用，怎么解释呢？就是我们的课呀，只研究的不研究特别大，也不研究特别小，只研究呢常用的一些参数范围内的，这是不特别大不特别小，只研究呢通用的机械零部件的，比如我们不研究枪械，不研究水轮机，不研究农业机械。还有呢，我们一般工作条件，我们不研究高低温，不研究真空啊，就这种情况下的，我们研究这一类通用零件的工作原理、结构特点、基本设计理论和设计计算方法。这是我们这门课的一个框图，同学们可以看到，我们机械设计呀，研究的是连接类零件、传动类零件、轴系类零件和其他类零件。连接类零件包括螺纹连接、销连接、键连接。传动类零件呢，包括带传动、齿轮传动、涡杆传动、链传动。轴系类零件，我们研究轴、滚动轴承、滑动轴承和连轴器。其他类零件呢，我们研究弹簧啊、机架。这堂课呢，我们主要讲述的是轴这一部分，讲轴的结构设计。那么从这个树形图，同学们可能觉得我们机械设计很散很灵，因为呢它有这么多的枝枝叉叉。但同学们注意到了吗？我前面画了一个机械设计的大树，每部分零件都是这个大树的一个枝杈，那么多个枝杈构成了我们整个机械设计的大树。因此呢，我们在讲机械设计的时候，从头到尾都跟学生们强调的是应该是什么呢？是整机的概念、系统的概念。我们讲哪个零部件都是这个整机、这个系统、这个大树的一部分，都要围绕着这个大树来考虑问题，而不是单端一个零件或者部件的设计。轴的结构设计呢，一共这么三部分内容，我们今天从第二部分开讲。第二部分，轴的径向尺寸的确定。这是一个带式运输机、电机、微带、减速器、带式运输机，这个呢是很常见的一个机械，大家应该很熟悉啊。那我们把减速器拿来，把减速器的上箱体周开，这个是一机展开式圆柱齿轮减速器，这是两根轴啊，两根轴。那么我们整个的讲解呢，就围绕着这个轴的设计来讲。这是一个二级圆柱齿轮减速器，这是输入轴、中间轴、输出轴。那么我们看这个输出轴呢，轴段一、轴段二、轴段三、轴段四、轴段五、轴段六、轴段七，这是一个七段轴，这是一个七段轴。我们这堂课主要讲解一下这个七段轴的径向尺寸的确定，这七段轴的轴向尺寸的确定。首先看轴段一的直径的确定，这是轴段一。那么要确定这个轴径，我们要考虑些什么问题呢？第一，我们要按扭矩法初估直径，这个 D 大于等于 C 根号下 P 除以 N 开立方，这是扭矩法初估直径的公式。同学们看，
我们这个西的取值是对四十五号钢来说，西的取值是118到106。西考虑的是什么呢？那么如果这个我们轴的分类是按载荷分，怎么分呢？新轴、转轴、传动轴。新轴是只受弯矩的，转轴呢是既受弯又受扭的，传动轴只受扭矩的。如果一个轴只受扭矩的情况下，那么按这个公式算出来的就是精确值，就是精确值。那么同学们看，那这个西呀，什么时候该取大，什么时候该取小呢？什么时候该取大，什么时候该取小呢？如果是光有扭矩，它是精确值，那么我西在这个范围内，显然呢，我们减速器中的轴啊都是转轴，既受弯又受扭，那么显然是受弯矩大的时候吸取大值，弯矩大的时候吸取大值，弯矩小的时候呢吸取小值，吸取小值，这是扭矩法初估直径。轴段一的直径的确定呢，还要考虑第二部分。轴段一呀，我们是通过半连轴器，然后呢，通过内半连轴器跟谁呢？跟电机的伸出轴相连啊。那么它轴段一和半连轴器之间用谁呢？用键啊，用键实现了它的镜像的连接。那么这是单键，还有双键的时候，单键呢，我们把直径加大5%。双键的时候呢，我把直径加大10%。那么呢，什么时候用单键，什么时候用双键呢？我们前面讲过，这个键呢，按这个键的时候，就对这个轴呢有削弱，轴的强度有削弱。所以说是我们能用单键的时候，是不要用双键的。双键两个方向对轴进行有削弱，轴的强度会降低的。那么，什么时候用双键呢？用单键的时候进行挤压强度校核，它的长度，工作长度不满足挤压强度要求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加双键。双键怎么布置呢？180度布置双键。双键的键长怎么算呢？就是原来键长的 1.5 倍。啊，不是乘二啊，是原来键长的 1.5 倍。但是同学们要注意，加双键的时候对这个轴的强度的削弱就很强，哎，因为上下开槽了嘛。啊，这是单键，我们的轴的强度加轴的直径加大5%，双键加10%。那么好了，我们第一段轴径啊，按扭矩法出估了，然后呢又考虑了键槽的影响。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呀，我按扭矩法出估了这个 D 大于等于这个值是 16.8 就可以了，16.8。那么我考虑键槽的影响啊，考虑键槽的影响，最后呢加大5%之后，可能就是18点多。啊，18点多就可以了。那么，如果就考虑这两部分的内容哈，我们第一段轴径是不是选20足够了呢？从强度的角度还不行。我们再往下看，为什么还不行？我们看，这是一个电动机连轴器，二级展开式圆柱齿轮减速器，连轴器带式运输机。那么电机和我们这个减速器的输入轴之间是通过连轴器连接的啊，通过连轴器连接的。所以呢，你光是满足它的强度要求，考虑键的还不行，还要考虑我通过连轴器怎么和这个电机的伸出轴相配，就是直径啊这块要有一个相配的关系。我们看，要协调连轴器的尺寸啊，我们看怎么个协调法。前面呢，我们通过电机功率，还有通过谁转速，可以确定啊电机的型号，比如说电机型号是 Y132S。那么这种电机它的输出轴的直径 D 是38啊，38，所以电机的伸出轴直径是38。我们那面最小的，就是第一段轴径啊，最小的，如果我定了是20，大家看38和20行还是不行呢？继续往下。那么我们就要选择连轴器。连轴器呀，它是怎么选
定的呢？联动器是要根据工作条件和要求选择合适的类型。联动器有两大类，一类是刚性联轴器，一类是挠性联轴器。挠性联轴器中又包括无弹性元件的挠性联轴器和有弹性元件的挠性联轴器。这个挠性联轴器能够补偿径向位移、角位移、轴向位移以及综合的位移啊。然后有弹性元件的挠性联轴器呢，在此基础上还能够缓冲吸震。我们呢，第一这段轴径是跟电机直接相连的，那么它是在高速的输入轴上，因此呢，我们要选用有弹性元件的挠性联轴器，它不但可以补偿各种误差，还能够呢缓冲吸震，所以呢，我们这个例子选用了弹性套柱销联轴器。选定弹性套柱销联轴器之后，我们还需要根据 TND 来确定具体的型号。同学们看这个表，这是一个弹性套柱销联轴器，我们选定 TN 可能是这个 LT2 啊就能够满足它的要求，但是还不行。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电机的伸出轴是38，我还要在这个轴孔直径这个系列里找到有38的那一栏，那我们找过来只有这个 LT6 啊有38，那 LT6 它的值就是32 35 38 40 42，那显然呢，电机的伸出轴直径是38，我的第一段轴径呢只能是32。虽然说从强度的角度来说20就足够了，但是我要跟电机的伸出轴直径相配啊，要跟联轴器这个尺寸相协调，最终呢，我确定的第一段轴径应该是32。那么我们想一下啊，那么第一段轴径我们确定时候考虑了什么呢？首先根据扭矩法初估直径，考虑箭槽的影响，然后呢要协调联轴器的尺寸，根据这三点确定了第一段的轴径。那我们来接着看第二段轴径。第二段轴径呢，同学们可以看到它呢是有密封的啊，要有密封的，同时呢它是前一段这个半联轴器的定位轴间啊，我们呢第二段轴径就根据这两种情况来确定啊，密封的。我们讲过呢，密封呢主要有这么几种形式，一种形式是接触式密封，还有一种是非接触式密封。接触式密封中的这种叫毛毡圈密封，它用于清洁环境、指润滑、线速度在4到5米以下的，这种叫唇形圈或者说是皮碗密封。这个呢，它用于指挥油兜型，线速度可以在7米每秒以下的，可以在有灰尘的环境。它的唇口啊，冲哪面封什么，比如冲内封油，冲外封尘，这是接触式密封。非接触式密封呢，这种间隙密封和迷宫式密封。间隙式密封用于指润滑、干燥清洁的环境，迷宫密封呢，指润滑或者油润滑，工作温度呢不高于密封用纸的低点啊，不高于密封用纸的低点，这个时候就可以。那么我们这道例题选的是毛毡圈密封，这就是毛毡圈密封，它的轴径同学们可以看到它有16 18 20 21 25等等，不是说你有的这个轴间高度它这里就有啊。那么我们这个轴间高度应该是什么呢？0.07倍到0.1倍的前一段你需要固定的那个轴段的直径啊，轴段直径。那么你根据这个算出来一个值，还要上这里找和它最相配的，也就是说轴段二的直径要考虑是前面的半联轴器的定位轴间和毛毡圈密封它的轴径这两点来综合确定轴段二的直径。好了，我们看轴段三的直径。轴段三呢是安装轴承的啊，安装轴承的。这个轴承类型的选择呢，跟这个轴上受的是径向力、轴向力哪个力的大小有关啊，有关。在我们这个一般参数范围内，
这个轴承啊，它通常都是以零和五结尾的，轴承的内径都是以零和五结尾的。那么显然呢，我第三段轴径只要大于第二段轴径，并且以零和五结尾就可以了啊。第四段轴承，第四段呢，我是要安装齿轮的，要跟齿轮有配合的，所以它一定要比前面第三大一到两个毫米就行啊，就行。这是第四段轴径，比前面那个大一到两个毫米就行。第五段轴径，第五段轴径啊是这个，它叫一个定位的轴环，定位的轴环。这个定位轴环呢，它是前面这个齿轮的一个，看这是一个定位的轴间，这个定位轴间 H 它等于 0.07 到 0.1 倍的前面这个轴段的直径啊，所以这个轴间高度等于 0.07 到 0.1 倍的第四。那这个轴环的啊，应该说是长度吧，或者说宽度，它等于 1.4 倍的 H 啊，它这个就是轴向这个尺寸，它等于 1.4 倍的 H。 但是同学们注意，这个虽然是得 1.4 倍 H， 但不能太小，这个最小呢也得是5毫米以上啊，最少也是5毫米以上，这是一个定位面啊，定位面。那么第六段轴间啊，第六段轴啊，它的径向尺寸的确定就跟前面这个不一样了。前面我们说它的定位轴间都等于 0.07 到 0.1 倍的前面的那个轴，如果按照这个理论，第六是不是就等于 0.07 到 0.1 倍的第七了呢？但实际上不是这么定的，它要定位考虑的什么呢？它要定位考虑的是什么呢？考虑它应该是前面这个轴承的什么定位轴间。那既然是它的定位轴间呢，要考虑这个轴承的拆卸的事儿，要考虑轴承拆卸。我要有一个轴承拆卸器搭到这儿，搭到这儿，然后把它拆下来。因此呢，这个第六的尺寸啊，第六的尺寸要根据这个轴承型号，上这个轴承型号中选 DA， 留出的这个位置是用轴承拆卸器来拆轴承的。这个轴承啊，内圈和轴之间是具有过盈的过度配合，具有过盈的过度配合，因此它挺紧的，不是同学们想的搁手就能直接按上能拆下来的啊，也不能拿锤子砸这边或者砸这边，那就偏了。所以我们用轴承拆卸器，螺栓顶到这儿，两个钩呢勾到这儿，把它拆下来。这是留的轴承拆卸器的钩子的搭的位置。那么第七段轴，第七段轴径呢是装轴承处的啊，装轴承处的。那么它呢，通常情况下和第三是一样的，就是说通常情况下一个轴上装的轴承呢是选的一样情况，所以它的轴径是一样的。那么是不是所有的轴上啊，一个轴上的轴承都是一样的呢？不一样。我们看这种情况啊，这种情况为什么我们一个轴上的轴承啊尽量选成一样的呢？怎么考虑的呢？这个我们考虑的是一个轴承座口。同学们看这儿，这儿呢都是这个轴承座口啊，轴承座口。我们讲啊齿轮的时候，齿轮的载荷系数有 KA、KV、KB、KA。记得同学们考虑这个载荷系数的时候，考虑了很多的啮合的影响因素，那么都是这个齿轮互相啮合的时候带来的各种影响。那么同学们想啊，如果是这个座口本身就偏了，那么这个轴承的支撑呢是不是就偏了？轴承支撑偏了，这个轴呢也会偏，齿轮自然就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因此这个轴承座口的精度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怎么保证轴承座口的精度呢？就要求这个轴承座口啊，也就是这儿这儿，我是一次躺出的，一次躺出的。所以很多情况下呢，我这个轴上的一对轴承呢选用一样的轴承，这样轴承的外径不就一样吗？我一次躺出就可以了。但是呢有很多情况下
不能这样，我一对一个轴上的两对轴承呢不一样，选不同类型的，或者是它外径不一样的，那这种情况可不可以呢？可以。我们用什么办法呢？用一个它，同学们看啊，这个它叫什么呢？套杯啊，套杯。这是一个调锥齿轮的一个套杯啊，这是一个圆柱圆锥齿轮啊，调锥齿轮。它调锥齿轮的什么呢？调锥齿轮的锥顶角的位置，锥顶角要相交的啊，相交的。还可以用这个套杯调啥呢？涡轮涡杆，我们调中间平面啊，我们调中间平面啊，这是这种情况。大家看这个，这就是一个套杯啊，套杯前面可以有这个钩的，也可以就是这个平的。平的是什么情况下？我一次躺出的轴承做口，然后我的轴承呢，它的外圈直径不一定一样，那我就完全可以靠套杯的厚度来调这个轴承和做孔之间那个关系啊。但是轴承做孔是必须一次躺出的，就像这种，这个轴承做孔是一次躺出的，那么轴承如果不一样呢，我可以用这个套杯来调这个关系。前面呢，我们把轴的径向尺寸介绍完了，下面呢，我们再介绍一下轴的轴向尺寸的确定。轴的径向尺寸我们讲的是五个尖，那我们看轴的轴向尺寸我们讲什么呢？讲四条线。我在轴向尺寸的定位中，四条线定清楚了，那么这个轴的轴向尺寸呢就都确定正确了。首先看第一条线啊，第一条线是箱体的内比线，就这条线怎么确定啊？箱体的内比线怎么确定？我们把中间的一个轴给它烙出来，这样要清楚得多。我们现在就确定一下这条线和这条线，我看一下它怎么确定。这个箱体的内比线的确定啊，我们要画它之前，我先要画出齿轮啊，齿轮呢，同学们就是要别误解这件事儿，是齿轮的轮圆和轮毂不一定是一样宽的啊，轮圆是根据你的设计参数得到，轮毂是根据你的固定定位要求来的啊，要求来的。那么我这两条线离着谁呢？离着最宽的地方，这个距离就应该是这个 H。它是一个运动件和不动件之间的关系，齿轮和轴之间是运动的，这是机体啊，机体是不动的。那么齿轮呢，它的运动不能和不动的机体相碰，那么运动件和不动件之间要留一个距离 H， 这个 H 呢，我们通常留10到15毫米啊，留10到15毫米，这呢我们就确定了第一条线。第二条线叫轴承座端面位置的确定，这条线啊，我们刚才第一条线确定就是它，对吧？第二条线我们确定是它。同学们观察一下这个图，整个这个图，我们以这个齿轮的端面线开始向如果从这张图看，应该是上下啊，上下两个方向是对称的，完全对称展开的结构，从这儿到开始是完全对称的。如果出现不对称，就说明你的结构确定的尺寸呢不太对啊。我再把刚才那一根轴给它拿出来啊，刚才定了第一根线，现在我们定第二条线。第二条线代表的是什么呢？代表着是减速器座轴承座的外端的线。那我们看，就是我们这个模型中的，这是第一条线内几比线，这是第二条线外端面线。我们第一条线内几比线考虑的是谁呢？与齿轮的端面之间的距离，这是运动件和不动件之间的，留10到15。现在呢，我们来定第二条线，就是它啊，它这个
他俩之间的位置怎么考虑呢？从这条线到这个条线之间的距离，我用大西来表示啊，大西来表示，大西等于德尔塔加西一加西二加五到十，它分别代表什么呢？德尔塔代表的是臂后，臂后呢，同学们看，这是内臂，这是外臂，这个距离就是我们的德尔塔，就是臂后啊，臂后德尔塔，这是第一个尺寸啊。那么 C 加 C 二 ，C 加 C 二是谁呢？是螺栓的扳手空间。从这儿看，这是到外臂了，螺这是轴承旁螺栓。从这个中心线到这个臂是 C 一，从这个中心线到外面就是 C 二啊，这就是螺栓的第二个 C 一加 C 二，叫螺栓的扳手空间。德尔塔是臂后 ，C 加 C 二是螺栓的扳手空间。扳手空间怎么取呢？扳手空间跟什么？螺栓的直径相关。螺栓直径不同，扳手空间也是不一样的。大家这个应该有感性认识，因为你个螺栓直径越大，你用那个扳子呢就越大，所以四圈流的距离呢就要大。C 代表着从螺栓的中心线到四个方向，只要有碰的地方，那边就是 C1， 没有碰的那边就是 C2。 那我们看最后一个5到10代表的是什么？你看哈，从这儿第一条线内壁线，然后到这儿，这可以画一条虚线，这就是臂后德尔塔。如果从柱状机体来说，德尔塔呢最小得是8，大于等于8，然后从这个从这个中心线到这个外壁这个地方是 C1， 从它到它是 C2。 那么还有这个5到10是谁呢？是从这条线到这个红线。5到10是区分加工面非加工面的啊。5到10从我们这模型看呢，就是这小凸台啊，这小凸台，这个面，整个这个面我们是要按轴承端盖的，它是要加工的啊，然后这些面是不需要加工的。也就是说这个面是不需要加工的，而这个面呢是需要加工的。加工的面和不加工的面，我做出一小凸台，这样呢就能够区分出来。它的好处是什么呢？减少加工面啊，减少加工面。所以这是第二条线，它就是这个轴承做孔的一个宽度 ，C 等于德尔塔加上 C 加 C 二加5到10，确定了第二条线。我们看，现在呢，我们来介绍第三条线。第三条线是谁呢？是这个轴承啊，在这个轴承做孔中的位置。啊，轴承在轴承做孔的位置，有的同学画图把这个轴承从轴承做孔中画出来了，那是典型的错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轴承的宽度整个是 B 啊，整个这个轴承宽度 B 是它一个支撑的宽度啊，支撑的宽度。对深沟球来说，这宽度 B 的中点就是它那个支点，那么你把它出来了，等于减少了轴承的宽度。那么我们通常怎么确定这个轴承在做孔中的位置呢？这个黄线和这个内壁线之间啊，我们确定一下它。那我还是把刚才那一个轴系呢给它滴落出来，我们看一下，就是这条线和这条线它们俩之间的关系，我用德尔塔来表示啊，德尔塔。这个时候它们俩的距离是多少呢？我们看。油润滑呀，它等于3到8，脂润滑它等于10到15。这所说的油润滑和脂润滑，指的都是轴承式油润滑或者轴承式脂润滑。我们讲的减速器呀，这个减速器中的传动件，也就是齿轮呐或者涡轮呐，它们都是采用的浸油润滑，浸在油池里啊，浸到油池里。然后呢，
轴承到底是采用什么润滑方式，是跟沁的油瓷里大齿轮的限速度有关，限速度大于两米每秒，那么呢轴承就可以采用油润滑，小于两米每秒，轴承就必须采用指润滑。那么为什么油润滑要留这个，指润滑要留这个呢？我们接着讲。这是一个二级齿轮检出器，大家看，这是一对齿轮，这是一对齿轮，这是两个大齿轮，大齿轮。现在这个齿轮呢是沁在油瓷里啊，沁在油瓷里。我们看，这是油标，这是最低油面和最高油面。这个油标最低油面怎么定的呢？是二级展开式圆柱齿轮的时候，是以两个大齿轮中的较小的一个，它的往上量一个齿高是最低油面，再往上量十毫米是最高油面，这是它。齿轮呢，这两对齿轮都要保证能够润滑。如果实在是它俩的半径相差太多呢，这块还可以考虑用打油轮啊，保证它俩都是油润滑，沁油润滑。那么看这个结构上哈，这块有这条线。那么同学们能看见，这就代表着它的检出器上箱体最下边这块，我给切了这么一圈，切了这一圈的目的是什么呢？这个齿轮甩起的油甩到上箱体的内壁，顺着这流下来，顺着这儿流到这儿，这儿代表的是什么？油沟，通过这个油沟呢来润滑轴承。那这种画法，轴承就一定是油润滑。我们看轴承的油润滑，就如果是轴承油润滑的情况下，它这轴承端盖呢是要开这么孔的啊，开着孔的。那你看，通过那个上面甩下来，甩到通过油沟，通过这个什么轴承端盖的孔，通过油沟，通过轴承端盖的孔来润滑轴承，来润滑轴承。那么这个时候，轴承是油润滑，从这条线到这条线啊，这条线。这就是我们所确定的第三条线，这个距离呢就应该是多少呢？三到五就可以了。为什么要留这么个距离呢？它是这么考虑的，因为我这个机体呀是铸造机体，所以呢是有误差的啊，有误差的。那么我呀留三到五的目的是要保证这个轴承呢永远在这个轴承座孔中，即使我加工存在一点误差，我装上它，它也在轴承座孔之中。所以这是油润滑为什么要留这么一个距离。如果说是啊，我那个沁在油瓷里的齿轮的限速度小于两米每秒，这时候啊它甩起的油不足以润滑轴承，就甩起油油量不够，那这时候我们轴承怎么办呢？采用指润滑。大家对指可能最初的印象就应该是我们骑自行车的时候往那个滚珠里抹的那个，这个就是指。那我这轴承呢也采用，要采用那个指润滑。轴承采用指润滑，齿轮呢是采用油润滑，我不能保证轴承齿轮甩起的油一点都没有要进我这轴承这块的，这不能保证。所以我怎么办呢？我在这儿采用了一个这个叫甩油环啊，甩油环。这甩油环的目的呢，就是我让这个油和我这个纸啊别混了。油和纸混了有不好处，一个是把那个什么纸给冲掉了，还有呢可能是会把我这纸呢给腐蚀了啊，所以我要把它俩分开。那采用这个甩油环怎么能分开呢？它就能让甩进来的油沿着这个切线方向再甩出去，再甩出去。所以它是轴承采用指润滑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这定的这条线，第三条线和它的距离，我就得留八到十二这么个距离。留八到十二是为什么呢？上面这块啊，这个六到八呀，这个是一个有标准画法的。下边这块，下边这块是个套筒，套筒是一个非标设计的，它是完全根据你这两边定位什么来定的。比如说它这边要定位轴承啊，要固定轴承，因此这块套筒这个厚度就应该查这个轴承型号的 DA 啊，轴承型号的 DA。 这是指轴承指，这就是介绍的第三条线啊，第三条线。
下面呢，我们再介绍第四条线。第四条线就是轴的外伸长度的确定，就这条线。我们怎么来定这条线呢？有这么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啊，我如果呀，这个轴端，我们刚才举的例子不就选的是弹性套住销连轴器吗？这种弹性套住销连轴器啊，这个弹性套特别容易坏，它就是易损件啊，是易损件，我怎么办呢？我就要经常更换，我不能每次换的时候就把端盖给卸下来，对吧？太麻烦了。所以呢，我们就要这块留出来一个拆这个弹性套，而不需要把这个端盖拆下来，要留这么大个距离。这个距离呢叫 K， 上哪去查呢？查这个弹性套住销，它的安装尺寸中就有这个 K， 我们把这 K 呢给留出来，这是更换弹性套的距离。然后呢，第二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啊，其实我们也是想，我要把这个端盖呢拆下来，这个时候呢，连轴器不动，连轴器不动，因此我怎么办呢？我这个地方就要留出来一个距离，我把这个端盖的螺栓得它拧出来，还能拿出去，对吧？把螺栓得拧出来，得拿出去。那显然呢，如果这个连轴器形状是这样的啊，它直径比较大的时候，和这面这螺栓的位置呢碰的时候，这个距离就要选的大一点啊，就要选大一点。第三种情况就是这样，这种情况呢，我连轴器的这部分的外径呢比较小，我这个它不干涉这个螺栓的拆卸的空间，这个时候 K 就可以取小值，这是轴的外伸长度的确定的，就是第四条线，我们就定下来了。那好嘞，前面呢我们讲了轴的轴向尺寸的确定的四条线。同学问了，你既然是说轴的轴向尺寸的确定，你讲四条线和我这有关系吗？你是不是应该讲 L1 L2 L3 L4 L5 L6 L7 呢？是。那我们现在呢就来讲这七段的轴的长度是怎么定的。有了前面的四条线的基础，下面的长度呢就很清楚了。我们来看，首先呢，第一段长度 L1 呢是连半连轴器的，那么它应该比它相配的这个连轴器小两个毫米，也就是说，半连轴器如果是60的话，它选58。第二段、第三段我们先放下。第四段 L4 呢，它应该比谁呀？比齿轮的宽度小两个毫米。这个呢，我们前面讲呢，轴上零件的定位固定的时候讲过，如果不小两个毫米，套筒直接这么顶的话，就是典型的重复定位了啊，重复定位了。L1 我们说了 ，L4 我们说了 ，L5 我们前面讲的时候就说了，它等于1.4倍的 H， 但是呢，不能小于5毫米。啊 ，L5 我们定完了 ，L7 我们也好定。L7 呢，我就查这个轴承型号啊，轴承型号它就是轴承的宽度 B 啊，宽度 B。但是呢，导角应该在外，轴承宽度 B 再加上一个导角1.2啊，这样这就是 L7。那同学们看啊，我们定了 L1、L4、L5、L7， 还剩L2 和 L3 还有 L6， 那么 L2、L3 和 L6 我们怎么定呢？我们来一起看，从这条线到这条线，这是大 H 10到15，对吧？那么到这条线，它俩之间是德尔塔，根据是指润滑和油润滑来确定。那么显然从这条线到轴承的这条线，应该是知道了吧 ？B 加上德尔塔，再加上 H， 再加上这点，这是什么呢？两个毫米。那这个是不就是 L3 呢 ？B 加上德尔塔，加上 H， 加上2就是 L3。那 L2 怎么定呢 ？L2 呢？我们看，从这条线到这条线，这是大 H 10到15，从它到这条线是 C。等于德尔塔加 C 加 C 二加5到8啊，那么然后这垫片呢1到2毫米，
这个呢是轴承端盖，一般是十个左右，十毫米左右。那显然呢，从这儿这是十五，加上 C 加上一到二加十，然后从这条线到这条线，这是第四条线，是谁呢 ？K。那么我们从这条线到这条线，我们都知道了。那从它到它，再加上一个两毫米呗，这不就是 L 二加 L 三吗？刚才的 L 三我们定了。那么剩下的是不是就是 L2 了啊，剩下 L2。 那显然的我们 L2 L3 定完了，还剩一个 L6 啊， L6 我们看啊，从这个齿轮端面到机体的内壁之间啊，这个距离是 H， 然后呢这个从这条线到它这个距离是德尔塔，根据轴承是指润滑还是油润滑来定啊，是德尔塔。那么显然是这个 H 加上德尔塔再减去 L5 就等于 L6 啊。至此同学们看，从 L1 到 L7 轴的轴向尺寸我们都确定完了。那么我们总结一下啊，轴的结构设计的径向尺寸和轴向尺寸，它的主要点就是四条线和五个接，四条线和五接。从这个表中啊，从这个表中，这一趟是它的什么呢？它的径向尺寸就是五个轴接，五个轴接。那这边的呢，主要点是四条线的确定，四条线的确定之后 ，L 一到 L 七就能够定下来。母校新百年的辉煌，期待与校友共同谱写。谢谢大家。亲爱的同学们、校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机械设计的课堂。那么我们这次呢，我们先看一下我们这门课程的整个的发展情况。我们学校呢，刚刚迎来了它的百年的这个华诞，那现在呢，正在开始新的百年的历程。那么随着我们学校的发展呢，以及我们学科的专业的发展，我们这门课也是随着我们学校的发展建设以及呢不断的走向辉煌呢，取得了一系列的成绩。那么这个呢是我们现在这门课程的一个现状，大家可以看一下，拥有名师，现在课程呢被评为国家级的精品课程、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以及呢国家级的精品在线开放课程。那么在整个课程的建设过程中，涌现出了一大批的著名的专家和学者，那么有的老先生呢已经过世了，但是那么他为我们做的贡献呢，我们一直在进行继承和发扬着。那么现在我们采用的教材呢是国家级的规划教材，整个的课程体系呢包括理论授课、配套的实验以及呢课程设计这个实践环节。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拥有国家级的这两个示范中心和教学基地作为这门课程的实践平台。那么现在呢，我们这次课呢给大家介绍一下流体动压基本形成的这个原理以及它的应用。那么我们呢以液体摩擦轴承来进行一个实例向大家介绍一下。那么这种液体摩擦轴承呢，它主要分成两类，一类呢是流体动压轴承，另一类呢是流体静压轴承。那么流体动压轴承呢，它呢是由特定的结构以及它以满足一定条件的时候，它能够在两个工作面上形成流体的动压力，靠这个动压力呢来承受外界的这样的一个载荷。流体静压轴承呢，是指在这个轴承的工作面这个位置上，由外界的这样的一个系统将具有一定压力的这个润滑油输入到这个工作界面上，使它能够具有承受外界载荷这样的一个能力。那么这是两类，流体静压轴承和流体动压轴承。那么流体动压轴承呢，又可以根据它的结构形式和它的承载的这样的一个能力、承载的方向，可以分成径向轴承和推力轴承。我们再看一下，这是两个不同类型的轴承的这样的结构示意图，这是承受径向载荷和承受轴向载荷，有不同的结构形式。那么这两类轴承呢，它都是由轴径和轴瓦之间
做相对运动的时候，在这个工作界面内，它被一层具有能够承受动压力的这样的一个油膜给它完全割开了。那么我们这次课呢，我们主要看一下这个流体动压力的它的形成，以及呢举这样的一个工程的实例向大家介绍一下。首先我们看一下关于流体的这样的一个描述。第一个呢，我们看一下什么是牛顿流体。那么现在我们看这样的一个模型，这是两个平板这样的一个零件，中间呢是充满了这样的润滑油，这两个板呢它做相对运动，有这样的一个相对运动速度，在两个板之间充满的是这样的一个流体。我们假设这个流体是由很多层组成的，很多层组成的，每个流体层相邻的流体层之间，它呢没有物质和能量的交换。在流体的内部，流体的内部在任意点处的这个剪切应力，剪切应力与该处的流体的速度梯度成正比的，这样的流体我们定义为牛顿流体。那么这个特性呢，我们可以用这样的一个公式来表示。在这个公式里面呢，这一部分呢指的是它的剪切阻力，公式的另一侧这个系数是流体的动力粘度，后面这一项呢是流体的这个速度梯度。这里面的负号呢表示的是这个阻力，它是一个粘剪的这样的一个阻力。通过这样的一个公式可以描述牛顿流体的这样的一个特性。那么现在我们看一下这种流体动压是如何形成的。我们看这样一个模型，这是两个平板类的这样零件，它呈一定角度，其中一个板固定，另一个板呢与这个板有一个相对的运动速度，这两个板之间有一定的工作间隙，在这个间隙里面是充满了这样的流体，这个流体呢是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牛顿流体。那么现在我们提出这样一些假设，基于这些假设我们进行流体动压的这样的一个推导。第一个是两个板间的流体做层流运动，也就是说流体层相邻两个流体层之间它没有物质和能量的这样的一个交换。第二个呢是这个两个板间的流体是牛顿流体，这个它的粘度是只随温度变化，只随温度变化，不考虑压力对粘度的影响，而且流体的这个密度是一个常数，它是不可压缩的。第三个假设，与这两个板相邻的流体层与这两个板有共同的这个速度，也就是说与这个静止的板相邻的流体层它的速度为零，与这个具有相对运动速度 v 的这个板相邻流体层它的速度也是 v， 这个流体层与相邻的板之间没有滑移的现象发生。在分析的过程中呢，我们假设流体的重力和惯性力是被忽略的，可以略去。由于这个工作间隙很小，所以说沿着这个流体层厚度方向的这个压力变化，这个我们是认为它大小不变。最后一个假设，沿着这个 Z 方向，就是屏幕的法线方向，我们认为它是无限宽的，这个方向上流体它的流量是连续的，而且沿着这个 Z 方向，屏幕的法线方向是不考虑流体的这个流动方向的。基于这个六个假设，我们做后面的这个推导。那么现在我们看一下这个推导过程，还是基于这样的一个模型，两个板呈一定的角度，中间是流体，那么从中取这样的一个微元，然后呢做一定的分析。怎么样来做分析呢？我们基于这三个方程，第一个方程呢是流体的平衡方程，也就是说这个流体它在整个的运动过程中做匀速的运动，它的合力为零。第二个方程呢，我们说根据刚才的假设它是牛顿流体，满足这样的摩擦定律，它的剪切应力与速度梯度是成正比的。第三个呢是基于前面的假设，流量连续的这样的一个假设，也就是说这个流量沿着运动方向它的变化率为零。
基于这三个方程我们进行推导之后，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关系式。这个关系式表示什么意思呢？这里边这个是压力，这个是运动方向，这个呢是速度梯度的变化率，这一项是流体的动力粘度。那么基于这样的一个表达式之后，我们再进行变形和积分，会得到最终的这样的一个方程。那么这个方程我们看，这个等号左边这个是压力沿着运动方向的变化率，等号右边第一项这里面表示的流体的粘度，动力粘度，第二项是相对运动速度，第三项是跟沿着运动方向这个流体层厚度变化的这么的一个项。那么基于这样三个因素，它是影响流体沿着这个流体的压力沿着板的运动方向上有这样的一个分布情况。那么这个方程呢，我们称它为一维的雷诺方程。这是基于前面六个假设以及这样三个方程经过一系列的推导变形，最后得到这样的一个一维的雷诺方程。那么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模型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流体层它的承载机理是什么样子的。那么分析的入手点呢，还是基于这样的一个方程，基于这样的一个方程，左侧是压力沿着运动方向这样一个变化率，右侧跟粘度有关，跟它的速度梯度变化率有关。那么在这样一个模型里面，在这样模型里面，由于这两个板之间是倾斜放置的，所以说在各处膜的厚度，这个润滑油膜的这个厚度是不同的，或者说它的工作间隙是不同的。由于前面假设流体层与相邻的这个板之间没有相对滑动，所以说与这两个板相邻的流体层与板有相同的这个速度，所以说我们得到在各个不同截面处，各个不同截面处，比如说图示这里边这三个位置的地方，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和这个地方，它的速度是与这个板的速度是相同的。而根据这个它的速度曲线包围的面积，我们认为它可以认为它是代表了各个截面处的这个流量的情况。我们假设在这个地方上，这个速度梯度分布是呈这样的一个线性变化的，那么形成这样的一个三角形。由于各处我们看这个数值方向，这个润滑流体层的这个厚度不同，为了保证这三处的这个面积相同，那肯定是在这个条曲线是向外凸的，而这个曲线是向内凹的，因为这里面这个润滑膜的这个厚度，这里面小，这里面大，所以说有这样的一个速度曲线包围的面积这样的一个分布。那么由于这条曲线，我们又根据这里边速度梯度变化率这个变化情况，那么我们能分析到在这三个不同的截面处，整个这个压力的这个变化情况，在左侧，压力是逐渐减小的，而在这个截面的这个右侧，这个区域压力是逐渐增大的。在设定这个截面上，速度有这样的一个线性分布的这个截面上，它有个最大值，有个最大值。所以说，最终在这个板形成的沿着 X 方向，或者说沿着这个板的运动方向上，这个压力会有这样的一个分布。那么考虑整个板的压力分布情况，那么将它进行积分，我们会得到这个板它承受载荷的能力。如果这个积分之后得到这个合力与外界载荷达到平衡状态的时候，这时候这两个板之间有这样的一个油膜，它产生动压力，能够具有承受这样一个外加载荷的这样一个能力。那也就是说，最后我们得到这样的两个概念，一个是靠运动表面带动粘性流体以足够的速度流经这样收敛的这个楔形间隙的时候，这时候这个流体层会产生动压力，这个具有动压效果的这样的一个油膜称为动压油膜。也就是说，根据刚才得到这样的一个方程，然后我们以这个模型为基础进行分析，
会得到这个板沿着运动方向上得到这样的一个压力分布，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回头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一维的雷诺方程，我们刚才分析了这里面是压力沿着运动方向的这样的一个变化率，这个呢是流体的粘度相对运动速度，这个是任意截面处的流体层的厚度。那么根据这个方程，我们能够得到它的三个必要条件，就是为了保证这个左侧不为零，那么右侧这三项乘积不为零，这三项三个组成的部分各自不为零，而且要满足一定的条件。那么这是它的三个必要条件。第一个是相对滑动的两个表面必须形成收敛的楔形间隙，既然是楔形间隙，肯定这一项不为零，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呢，这个被油膜分开的两个表面必须有足够的这个相对滑动速度，这个速度不为零，而且它的这个速度相对运动方向是保证流体由运动的那个板被带入到工作间隙，由大口进入小口流出，有这样的一个方向的要求。第三项是流体具有一定的这个粘度，而且呢要保证这个流量是连续的，这里面必须保证流量或者是供油是要充分的，这是形成流体动压润滑的三个必要条件。那么现在我们看一下一个具体的应用实例，我们以我们常见的日常生活里面经常会见到的机械硬盘为例，介绍一下这个流体动压应用这样一个情况，或者说这种滑动轴承的这个应用情况。那么这个图呢是讲硬盘的上盖去掉以后我们能够看到的它的结构，这里面两个核心的这个部件是什么呢？一个是做来回的摆动扫描动作的这样的一个磁头，以及呢带有磁性介质做围绕固定轴线做回转的这样的一个磁盘。那么它们之间的形成的工作界面是这个样子的，我们看是这个样子的。这个是那个磁头，准确来说应该叫飞行的一个滑块，在滑块这个末端有一个多铁线圈，底下呢是做固定轴线旋转的这样的一个磁盘。这个工作界面所形成的我们可以称它为叫空气轴承。那么它的工作机理呢是与我们刚才所说的流体动压是密切相关的。那我们看一下，如果说以这个雷诺数作为一个参数进行一个比较的话，或者说为了更便于理解这个磁头滑块和磁盘之间的相对的运动状态的话，我们可以用这样的一个类比的模型，这里面给定了这个磁头滑块和磁盘之间的各种参数，包括工作间隙、滑块的大小、它的相对的滑动速度，这些跟什么有关呢？用这些可以描述一个雷诺数，这个结构它有一定的雷诺数。那么我们都知道有感性认识的是这样的一个飞机，比如说波音747飞机，它的长度是70多米，那么它的飞行的高度以 1.5 个毫米飞行高度，飞行速度呢是这样，我们看一下，这是470万英里每小时，以这样的速度相对于地面以这样的高度进行飞行的时候，它所具有的雷诺数与磁头和磁盘之间的这个相对的运动可以是在基于雷诺数相同的这样条件下可以进行比较的，它俩之间是互相比拟的。也就是说尽管硬盘的里面的关键部件非常小，但是它所具有的相对的运动状态也是非常非常处于一个极端的这样的一个条件下的。那么现在我们看一下，这是在1950年的时候这个机械硬盘的体积和它的存储容量，到50年以后机械硬盘的体积和它的容量有这样的一个直观的比较，这里面有数据大家可以看一下。经过50年的这样的一个发展，无论从存储容量上，从硬盘的稳定性上、体积上、材料上等等各方面都有很大的提高，
但是呢，它最核心的这个关键部件，这个磁头和磁盘之间的相对运动，始终是基于流体动压这样的一个工作机理的。尽管这个工作界面，它的表面的轮廓的分布情况、尺寸情况、材料、体积、加工工艺等等都有显著的变化，但是核心机理还是基于这样流体动压的这样的一个基本机理的。那现在我们看一下，除此之外呢，又由于一些 MEMS 技术的引入，以及电磁学相关的技术不断的更新和发展，使得整个硬盘驱动器这种机械式硬盘驱动器的它的各种性能有一个综合的提高，但是最核心的这个关键部件它们的相对运动还是基于流体动压现象的。那么怎么来进行描述呢？我们说基于这样的一个模型，进行这样的一个抽象，考虑各种参数，会得到这样的一个方程，得到这样的一个方程，然后再考虑一些特殊情况，比如说如果这里面流体是气体的话，那么气体的密度它是一个变化的，它不是一个常数，是可压缩的，那对应的方程呢要进行修正。如果考虑这个工作间隙很小的时候，比如说机械式硬盘现在的这个工作间隙，比如说几个纳米，在这个尺度下需要考虑气体的稀薄效应，还需要进行进一步的修正。但是归根结底，它的工作机理还是由于这个流体动压使得它有一定的承载的这样的一个能力，保证它的稳定的工作状态。那么这是一个具体的算例，我们举了两个例子，一个呢是平板的这样的一个模型，两个平板之间，一个呢是在这个工作面上人为的设了这样的几个沟槽以及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倾角，这是对应的计算参数，那最后得到这样的一个结果。这个呢是针对平板型这个滑块的空气动压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个呢是这种双轨型的这个滑块的它的承载能力的这样的一个描述。我们还知道什么呢？我们看这个实例，当这个工作间隙越小的时候，那么它产生的动压力的这个效果是越强的，工作间隙越小形成的动压力效果越强。那但是呢，我们刚才说这个机械式硬盘磁头磁盘之间的工作间隙已经在几个纳米尺度下了，而这个工作间隙跟什么有关呢？还跟它能够利用磁场效果使得磁介质的存储密度进一步提高是密切相关的，距离越近形成的磁存储密度越高。但是由于受表面的粗糙度等等的这样的一个影响，现在已经在几个纳米尺度下无法再进行有效的或者说大幅度的降低这个工作间隙。所以说有些学者提出这样的一个方法，就是在这个磁头滑块这个地方采用一些在受热情况下能够实现伸长的这样的一个材料，就是不改变它的飞行高度，但是呢使得在需要的时候将这个元件进行加热，加热之后呢会伸长，那么这样的话会在一定程度上会降低它的工作间隙，有这样的一个考虑。那么这个考虑是基于什么呢？也是基于硬盘的高效、稳定性、可靠性等等这样的一些需求，而这些需求呢是使得技术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源泉。第二个呢，就是随着技术的发展呢，也是使得各种这种应用技术得到实现的一个保障。我们拿这个机械式硬盘为例，那么这里面用了一些微机械的理论，用了微加工的工艺，采用了新材料，引入了新的测试手段等等。那么第三点呢，由于这个机械式硬盘它里面涉及到的有力学的，有相关的设计理论的，以及摩擦学等等不同的学科的这个知识的交叉和融合，使得这个技术呢能够得到进一步的应用，不断的成熟。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因素会促使这样的一个技术得到进一步的这个发展和应用。那么这个呢是我们刚才介绍的这个流体动压的形成的基本原理和一个具体的应用实例。同学们能够通过刚才的讲述能够回忆起来当年自己在课堂上在我们机械设计课程学习的过程中相关的一些基础知识。那么作为结束语呢，
我写了几句话，与我们的校友呢，我们共同的感受一下。第一个呢是同学各位校友各位同学们能够有机会能够重回母校再入课堂，尽管现在是疫情防控的特殊时期，但是等到我们防控的这个斗争胜利以后，同学们还是有机会能够重回学校的，能够再一次进入到当年我们学习的课堂，亲身的感受一下当年发生的故事，见到当年熟悉的人，然后看一看当年的这些印记，这些痕迹还在不在。当然毕竟我们还是要离开母校，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进行进一步的这个工作和学习的这个各种经历的时候，那这时候希望我们各位校友能够重振雄风，能够再续华章。好，谢谢各位。